观就是很特别啊。那时候在看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，就是身在台湾这些小岛，感觉有种就是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觉得就是他可以创作出这么宏观的作品，就真的非常敬佩。是很喜欢远画，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漫画作者的那个画风，所以就迎进去看到很多手稿就很兴奋。然后我觉得他把作者的那些草稿融合跟影片一起，就是会让我比较内心澎湃的感觉。叫 Sally， 然后中文名字的话就是莎莉。然后史密斯的部分呢，就是因为团长他叫艾尔文史密斯，我自诩为他的老婆。他不见了，他我很难过，大家要帮他节哀。所以就是选择把他陪在身上。没错，就是他永远在我的心上，在这里。我觉得他这个地垫很好看，然后刚好我家桌子下面缺一个地垫，自己觉得缺一个地垫。这个的话是因为我很喜欢冰掌，然后冰掌通常出的周边都没有到很好看。这次的展难得有比较多好看的冰掌，所以就买了一个。对啊，就是我们三个都买的那个金属徽章，这个质感很好。那个冷水壶就是会抽一个盲抽杯垫，然后我就是非常想念我的老公，就希望可以抽到他，然后结果我一打开就我真的就是我跟他的爱情，你们真的有看到吧？我觉得官方应该要发给我一个那个结婚证书。